Hello, YouTube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顺，这里有安妮，又来打人。嗨。嗨。又来我最不喜欢的地方，雪山呢、啊？我怎么都想不到，他雪山有两个洞窟啊。之前那个狭窄洞窟，这一个洞窟，我看那个资料很大下。非常大，然后带个小宠物进去助阵一下，希望不会像上一集那么多苍蝇的嘛，蜻蜓大哥啊，苍蝇。OK 了，走，我们出发。啊，对，地图是在这里，这个地方哦，走吧。先进去哦，这个黑色什么来的？也是水晶。来，走。哦，亮了，你看到？还蛮亮的啦，应该。需要灯？不需要，蛮亮的。小露露，哪有？要爬进去才可以啊！啊，长得太高了。你有吃咖喱吗？还没，有没有在扣血？没有扣血，啊，记下来。我看你在那边，我就浪费给你，你还冲去前面，干嘛？水里面有鱼。哎呦！他的血量 OK 吗？OK， 可以的。我那边，我们要自制器，右边那个可以不用理，先把那个野人，我直接跳过去啊，走了。被打死了，北极熊，不行。北极熊。我看一下走哪一条路好。哇，那边整班呢，整班天才哎。你想我怎么看到好像还有手脚的？对，哎呦喂，结冰了！后来瞄到一眼，好冷哦。好，继续出发，我们走这条路，不要走右边那个，太多怪了。这下来这里，
哦，那边。我的火箭炮射偏了。Hello？ 哎、欸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刚看，我怕射到你，不敢射火箭炮。你走啊！在后面打，准备跳射啊！啊，跳射，一二三，跳！别没打到，哪里？哎，但是。两个太大只，我要回头，要回。太大只，我要死！查了一些影片的资料，发现到。我们应该自取，你看那只在那边，看到吗？有，可是不知道是残影啊，不然应该都生脱。好，所谓的自取。啊，会有伤害的。啊，活的，活的。啊，他来了，他。还有一只。还有，你看。散弹枪。不能太靠近。哦，看他的头，哎呀！既然可以盖的话，哎，这样不是好喽？盖个桥，盖个桥，盖不过了，我觉得。
哎，盖得过。哪里？动不了上，我动不了，救我！我动不了。动不了，动不了，动不了。好吧，走。那飞的不要管他，我们继续。这个散弹枪一下子就要换弹夹，换好久。所以配合这基地就赶嘛，你可以啊、两个人啊，一前一后啊。了解不？啊。以防万一，做一下血。不知道有没有重生而已。旁边这里可以啊。我们可以过而已啊。啊。啊，可以。哦，有有有有，赢啊，过来先。走，虐他！啊，他可以过，可以过，笨蛋！哇，这毒液，毒液。哎，没有，我们没有走那条路，我们走这个前面这个。有狼，有狼，有狼，有声音。我看一下坐哪里。来。哦，一起，一起，一起，来。一、三，发射。风消失。是啊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还躲到这里。哦，还有一只飞走。好吧。你牛啊，你厉害呀、啊。非常刺激。来，跳过去。你是带多少地基呀、啊？没有放了，它不会重生啊。晕了！啊，我的脚，我的脚！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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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！上来点，上来点！那血会痛啊！啊，好急！啊，到我了，到我了！我见你了！我要活着跑！我一直来耶，不行啊！要收，要收，要收！哦。哎呀，飞起来！被他打会肚子饿的了。被他打。妹妹，你刚刚说什么、啊？会不会火箭炮往前轰一下，然后他就跑出来？嗯，不知道嘞。他埋在地底的嘞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只北极熊。来，来了。没有、啊，没过来吗？来了，痛的要死！是啊，大头啊，继续吧，走，继续吧。
望不要有那个从地底跳出来的那种东西就好了。咦，这里就是，好。盖这个是给他不会生怪啊，不会再重生了、哦、这样也比较好，那回头路不会遇到啊。哇、哦、还要走回来的、啊、那你就一直呼喊，这样最安全。哇，安康鱼来跑酷，这里还好，比岩浆来说，下去扣一点血不会挂，怕嘛？像那个麦块啊，迷你世界啊，那掉进岩浆里面 GG 啊。哦，对面火箭炮之后来吧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一二三，一干人等，请OK 干净了，准备跳。这个叫什么啊？头兽头兽啊，兽头，讨厌你，兽头会钻地啊！啊对，赏他一个地基，让他不会重生。声音哦，有什么声音哦？啊，你的跳声哦。哦。这些水晶是谁？漏了水晶。继续，我看一下啊，前面应该会有怪，我觉得，盖一下好。这样子 ，OK。有什么万一就退回来这里。好吗？行。哦，看到堆。哦，一堆的。来啊来啊来啊！回来。哇，他的敌对效果，红的，应该还有。来，我就看你讲过，看你讲过。好，没。哇，我看到个尾巴，走。
巴，露出尾巴的。不要，我没看到你。哎，什么事？我笑一下。哦，那边还有一只。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对呀、啊。不灭更待何时？最讨厌这种跳出来的，晕晕的。看一下装，是转左边呐、啊哦？怎么那么短？两只一起来，不合理啊！哎呦，狙狙了，要小心点，那边我看着要盖一下。我的冰人的身体，看尸体还在那，要成为那个牺牲者啊，那种变血啊，像刚刚那样结冰的。结冰的人，结冰的人，结冰棒，不要再出来啦，拜托。我建议这个通道也盖一下，来再盖一个，前面也放一个吧，到处放。到处放啊，发大，他又不会给我拆违建。哎、欸，有狼哦，前面有狼，做一下那个门框，前面有只狼。这样就可以了。哎、欸、哦，啊，有吗？我后面看到狼。狼啊狼啊！哟、啊，快往前面一点！我见不到你、啊。这抓鸡的！啊！哇，很远下来！哎、欸，哇，很远下来！越过他，越过他，过他后面！啊！来了，来了！没有，过来吗？我很远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反应不到吗？来了来了，跑比较慢。要先干掉一只啊！他好慢的。我真无声的。网线慢了、哦，哎、欸，挡路，还有这还，哇，三只，挡路，挡路，好多、哦，好这样，好绕跑，哎、欸，我要先确定啊，从左边跑，那他上不去，我的手啊，试下试下，上来上来。上了照，上了照片，这边可以，嗯，对对对，两边的，轰了，我们继续啊，想说你的大屠杀也太猛了，不错不错，女战士。给你站了，哇哦！我看一下，哇哦！遍地尸体啊！你干的好事哦！来吧，走。建筑物，
1小时到回家的路。也是哈。我觉得我好像知道他是怎样出来的。怎样？地上有一块东西的时候，有一个圆圆的东西，那就是他。等下再找一个圆圆。对，我刚才就是看到地上有一块圆圆东西，他那么快就跳出来了。吓到我啊！这次好，这个来吧，这个大块佬，你兜后面我没有围吗？你这么厉害吗？不好意思，我有围起来，啊，哦，你也来啊，哎，赏你，啊，去加油。来了，哦，简单啊！你看到前面地上有两块巧克力色的，看到吗？地面，你看地面两块巧克力色的，看到吗？我们拿狙击，哎，不要靠太近，它飞，它会突然间飞上来。OK， 我右边那个，你左边那个，瞄准他那个那块巧克力儿，然后射，准备好吗？啊，射到，应该啊，试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射，射不到了，射不到，我就不信，来，闪开，不要去。我连炮给他了。哦，好，直接用火箭炮处理他。躲在那边，以为我没看到，你未免太低估我了。中过了，上过当就知道了，还会再上你的当吗？这里要怎么走好呢？应该这条路没错，根据攻略啦，我要看攻略，我不想走太多冤枉路啊。啊，好，哦，小心啊，跳射比较好，跳上去射。呼呼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哇，这样都给他打到我。等一下，那人员先打再说好吧。嗯，打。原人打，打。没有引过来吗？好，走，卡住了，哈、啊。嗯，卡住了。好，你后退一点，我怕万一打到你。后退了。
小是比较会打得到，一个不行。小是比较容易打得到，被打到。兽头，请他一发。死了。来哦。这个狼，好像有游泳的声音耶。对，那边有一只。哎，那边还有这个。什么东西？还有吗？哦，我看到那个上古神器了，终于了。哦耶！那边有个星星的雕像，那边看到吗？但是这一路上应该也不安全了。先做一下前面这里，先做一个挡住。我操，防邪服。那个建筑物你还有吗？把剩下的都给我吧。有。看起来没有兽头先，我很讨厌兽头。你要讲什么都讨厌啊？啊，那天那个洞讨厌蜻蜓大哥，人家你又讨厌兽头。总会有一样很讨厌的东西。哎，好像没有怪了。好吧，我做诱饵。你在后面帮我看着。好，好像真怪。不要掉下去哦。守门员被我们打死了。我怕有兽头。那个是兽头的，那石头吗？下面那些是骸骨吗？黑黑的，不很歪的。啊，石头吧，外观，这也是石头吧？哦，哎，慢点，这个怎么那么响？看不到啊？哪里？应该不是，应该不是，应该吧。好像打没用啊？好吧。好像打没用啊？忘记了，让我不见炮了，我先把它打掉。OK， 你知道安全了，安全，安全。安全了，来哦，上古神器，终于经历了，我记得有好几天的时间，终于把你这个上古神器之强壮拿到手了，好辛苦哦，我呀，从来都没玩到这么累，越来越难了。现在只是一个初级的王，往后那该怎么办好啊？我们只有两个人呢。你一个挡十个，精力试试哦。
可能找些资料攻略什么的，看一下有没有比较像今天这样子放地基可以防止生怪啊这类东西，然后也可以围起来当做一个保护罩，这样也蛮不错。防护罩啊，对啊。那么这一集影片也差不多到此为止啊，若是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给一个喜欢哦，那我们有这个动力继续拍下去。对呀，拜拜，我们下一个影片见，拜拜。